他那个是弹回来了吗？另一边导师单人的落地啊，后面有队友的一个架枪，他的自己的身位不要露的太多，但是龙斯哥卡 timing 卡得非常好。对，这个时候你在麦田上的一波分踩的话，四个人队伍过来只能是把你给抓了。等一下同步200米到了，我帮你们把那个人拉出来啊，你们直接冲给我，你拉出来我们直接怼，在那个厕所后面。动车了，车可以跑到我这里来，跑得很弹，没动了，在我这边。别挡我！救他，秒救了。你们就打那个倒地的，右左有人，补一个 ，TT 的，木屋左往木屋左穿，木屋那个左边门口有一堆。牛逼！我靠，倒一个，左边门口倒一个，看到，举不到，我牛逼死了！你补的刚刚补了个谁的 ？TT 的 ，TT 死一个 ，OK，TT 最少剩两个 ，TC，TD 还是 TC，TD，TC 还是 TD，TC，OK， 这属于是给队友复了个仇。嗯，面对着 Para Boy， Para Boy 定睛一看，这比移动靶跟飞碟靶大多了。对。画面当中的焦点随着新的圈形来到了一个同心圆，刚刚好 NV 跟 TT 都被卡出去了，那这警察局与方形楼之争到底是鹿死谁手呢？哦，是 Power Boy 第一颗手雷先放到拉杰，补掉，还在房子里，小心头啊，小明，倒一个，这救不了，这里面给他丢东西，中间吗？TT 的 TT 是不是死过人啊？这里有，这在基金里面了。OK， 这很开心的一个结局，就是枪神先把皇二的分数收下，在劝到全场之后，眼冒 SUK 纷纷的倒地并被补掉，就剩下明斯哥，这里是有一个小空投，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挡他。你们左边的车还能动？里面有个，听到没？有左边的车还是能动一下？哎，英尼，刷。那么还有两位选手啊，来自 NV 的伞兵和令，他们两个即将突破自己的联赛里程碑，尤其是令啊，昨天还在往前开，要扎到阿成村头，来到了 NV 的脸上。刚有说过 NV 合不合太慢了呀 ，TT 要过来了，这个时候三队混战，结局是不好预测的。龙子哥状态非常好，先打一个，再来个闪电的背身，连打两人。这。近点的队友接的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另一边的分彩伞兵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啊！是的，哇，这波近战 NV 已经是尽力了，尽力接住。我右边有台车，右边，打脸打脸！剩一个闪电，我这脸上，又打一个，我去帮伞兵，还有吗？伞兵？没有，脸上没有，我被闪电打了，我被闪电打了。帮他去，还有个不知道在哪儿。没事，我救不了。好像还有个没过来。彩屏脸上有吗？没有。那就没过来。你脸上叠了几台车龙？脸上没了。能补吗？都补了。牛逼！而且贴的又是微博那一侧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VS 发现没地方去卡 TC 了之后，他现在想要进圈的过点是被 NV 给架住。欧德这里胆子非常大，想要上一个房顶补人头，这个人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但是身位有点危险。哇，这血量先锁住。已经看到了。星辰反正是 4M 的分数。阿兰都游过去了。欧德这个时候很着急啊，雷仔。但是被天打倒，天的击倒，哎呦，他击了，他真的忍不住了，这个人头非常重要啊！不行，这波我就算是豁出小命局，我要补掉这个头。能不能补掉？补掉了！恭喜，两千杀！恭喜 Order， 虽迟但到，终于来了，先淘汰。而且这场比赛这个圈形出现之后呢 ，NV 的这个高点，好像还大有作为啊。最强双子星到哪了？跑不了那个楼，真退到南边了，又到南边了，上岸了，那个石头可以给他拍雷，你架着他，架着他，我架着他 ，OK， 我架着他，
到了 ，nice， 已经2001了。而 NV 这一边也是要卡住阿城内部的满编 VS。不来了。天，这里是被欧德放倒。是的。感觉 NV 这个阵型是想故意把 VS 放到平房啊。欧德这个过点很尴尬，他被 Z9 可能会陷进去，所以近点只有两个人 ，NV 只有两个人在打。天先被放倒。从人数上来说，可以近点与之一战。160的心率，两边都很紧张。欧德应该是过不来了，一时半会儿。哦，龙子哥被打了一个背身之后，回头反秒了陈森森。是的，陈森森直接被捕。近点还剩小文，两边都是 DBS。近点二打一，其实可以不用着急 ，Z9 过不来，欧德也过不来。就架枪跟架枪是单挑，正面的 NV 是二打一。小文你可怜看到在捏投掷物了，想要果断拉出来，但是自己被击倒，这个时候需要队友的补枪。没有补上，龙子哥已经被补掉了，而且伞兵这里也是忌惮对方是一把 DBS， 不敢拉出去正面打。先用投掷物逼下走位，但是自己这个位置也很难出枪，出来一个侧身，漂亮，完美的放倒。接下来 Order 也是赶过来，这样的话 Z9， 因为 Order 动了之后 Z9 才能动 ，Z9 现在也是在从北边过来的路上，但是面临的还是一个一打二的局面。TT 和 ACT 还在互相牵制。那左边的阿晨也是决出了赢家。只剩下了 NV 的独狼，是的，那赢他们几的？我就趴这里了。那你给屁股一个侧身烟可以。你去帮伞兵。好。我被打残了，要撞了。我趴外面了。屋子里打一个，屋子里打一个。屋子里有一个。小平房，小平房。两个，我被打残了，你帮他，搬出去。伞兵去帮龙，伞兵在打药。对面小隔间，对面小隔间，别出去，奥德哥帮我架，奥德哥我在门口，架到了，外边。我看不到了，我小心反波。等一下，伞兵，我过来帮你，别急。他喷子，喷子，他是喷子。他在外面吗？走，射个加枪，射个加枪，阿神里面的加枪。看到没有的？蓝标，蓝标，反波吗？对，经典，上来上平台了。啊，到了，伞兵在右手，我右手，来了，欧德脸上，欧德脸上，他把我放好了，我被喷了，在一楼夹角，他杀到了，被烧了 ，nice， 这一把呢，就看怎么说，小文反正先贴过来了 ，NV 这里应该不会选择清毒狼，因为现在这个很快，非常快，掉台了，蹦蹦。掉了，帮我补一下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掉。哪里？机关枪顶了。给你。哎呦，这都没把他炸死啊！好，锁完，没事。忘了，我当时还在想 T 怎么近点只有三个人呢？前五了，前五了，八个人前五。哪里撅的？伞兵，我给你。这里，蹦吧。SE 死完，麦田的屁股没人了，五个人三个队，加这里，这边倒两个 ，SE 死一个 ，STT 也死人了，我们的毒狼没死吧？没死，这个 MBN 应该没死的，这里还有，来，闪兵从右边打，被打，我被打了，进去，隔壁闪兵吗？很残的，来，闪兵，死，你们报价，我被山上打了，快救，爬右边去，把他丢了，需要给了。你们得拿车回来，不要管这个人了，兄弟们，不行，得杀他，杀他腿过去都可以。你怎么被山上给打了？得打他，我得打药，一起拉。啥？牛逼！拿车，车给拿。DC， 我感觉已经都到 NV 旁边了。
NV 这里选的点位很深啊。哦，来了，遭遇了。阿兰这里是跳车摔倒，直接被梦阳补掉。梦阳这是一个埋位，这应该是 TC 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。那这样的一个遭遇战 ，TC 得撤。是的，北斋的血量也不足以去支撑这个正面的一个战斗。Order 倒是被打得很惨，梦阳应该还会想要去找这个残血的人。看到了星辰的载具。是的，其实 TC 可以往后拉，但是北斋还是被发现了。应该是载具被人留下了，所以动不了，哪怕是打上状态呢也没有操作空间。是在这场比赛的 TC 好像想要拿分是比较难了，前期就剩两个人，多少物流的278有、哎、来车了，来车直接上来 了，别搜了，要紧接一下，来直接上来了，他直接上来了啊，什么意思，倒一个，我过来 TT 的牛，有个 ED， 有个 ED， 反方那个 ED， 彩民直接把他闪了。哪里？他往后跑了，看到了。反方 ED 是吗？前面有个，前面反方正前方。在哪去了？跑下去了。看我头上，我头上有一个。倒呀！交警倒了，交警倒了。突然跑了，突然跑了。把酒要补了，把酒要补了。报价，报价，报价，我去补。我来补。看一下 VS 准备渗透到矿山内部扎点，这只能扎低点了呀，因为头顶上都踩的有人， NV 还是一个小分站，这个扎点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是的， NV 是一个南北分站，就本身这个圈对于 VS 来讲已经是一个极限的切角了，他能够进圈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从车上下来有一个僵直，这里引爆载具直接补掉了天。是的，这就把车跑到大堂里面，怎么抽下的龙鸟箱，倒一个吗，牛逼，牛！牛羊车开到 RSG 的脸上了，有点着急。NV 这里判断可能是 RSG 跟 NV 在 RSG 跟 VS 在贴脸打架，所以顶到了近点。但是小文家在中间，他把牧羊挤倒了。小文的位置应该第一时间 NV 是不知道的。嗯。我这波混战就有点麻烦了，因为 STE 有可能会过来看，而且京东还有残编在。两边一波交火之后呢 ，RSG 还剩下两个人，但是 NV 这边好像是只有一个人了。只有龙四哥。是的，龙四哥，龙四哥的位置其实也还是挺尴尬的。选择扶人，龙四哥。龙四哥也没有雷吧？他直接选择压。哎，他看到了，哎，主动出击。这波至少说把 RC 的分数先拿下了。嗯。这波是打的，对，来来来，动了。哎，前反攻了，停一个，停左边一个，停左边一个。看我们这边，梦阳。我这有一个的。独立还有一个。我这个别被我这打了，独立的 ED 线，独立的 ED 线，死完了，这 VS 的，我这打了，右边打头了，左边打头了，左边打头了，你打了吗？我的 ED， 我的 ED， 走，剩下独立好像是后面 TC 上来了，你们那边你可以补一下，你就把他掰了，他的右手，把是不是独立啊？就在他脸上，独立倒了。跑车后可能，后面有 TC， 后面有 TC， 后面有 TC， 我脸上，上我上我顶上了，去他那个车阵那里，看一下 MVP， 一加 S 三赛场级触控，灵敏随心，精准稳定，恭喜 Paraboy 获得本场比赛的 MVP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一定要你来念。啊，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 MVP。是的。说实话，时隔了300多天再重新回到赛场上，还保持着这么高的竞技水平，是真的不容易的。我应该是第一周看他正赛啊。嗯，差不多。好，现在都来泡澡了，队友肯定是就是昨天 Order 在历经自己2000杀劫的时候，对，解说台上的两位同事也是欢呼雀跃啊。没错，是的，为我们联盟当中第一个2000杀的诞生而感到开心。嗯，我相信熟悉欧的选手的观众也知道啊，他的这种比较自由的方式啊，这个可能在安全区的一个安全位置出去拿分的这种事情啊，其实也挺常见的。对，以前就经常见。对于马上就要渡劫的他来说呢，这也是大家更能够理解的，就必须要这么做了。是的。